好，那在我身旁这位勇士是燕婷。燕婷你好。哎，我们从哪边过来的？从哪边？家里住台中。好，那今年怎么会想要参加这个活动？老师鼓励你参加。那你从之前就知道，白沙屯要行到台，行到北港要行200公里啊嘛。老师讲的时候我知道。老师讲的时候你知道啊，所以就是也是第一次走，第一次，所以第一次就是下定决心，就这样走这么长。对，那这一路下来啊，有没有特别的感受？民众都很热情。看到大家对宗教热爱，非常感动。弄丢卡的时候，对，很感动。啊，所以你在走之前，你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运动来锻炼自己？好像学跑都会。然后这一路下来，其实也很辛苦哈。还有老师可以帮忙。大家的帮忙，可是还是靠自己的力量，真的从华夏谷走200公里到北港。那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。那如果有机会，还是会来参加活动，那也欢迎到我们。大家好，那在这园长要经北港的这条路上呢，会有云林白沙屯妈祖会的医疗小组。哇，小组，对，他们是小小组，来跟观众朋友挥个手。你几年级？二年级。二年级，你读什么国小？平和国小。哦，那你几年级？三年级。我们两个读民普，哦，读民普，在台北，在台北市啊，哦，台北下来的小朋友在园长这个地方呢，分送什么东西？牙膏跟牙布啊！哇，今天就刚新美好这么小小的义工，然后这么小就知道，要帮忙大家哈。那你们这次的活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？修修啊！修修啊！大哥贵姓？姓
张。紧张啊，是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程。第二次。第二次的哈、哦啊。所以这次活动有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感触？但是很开心，很开心，看到很多人，看到很多人就是付出的这方面，对，觉得很感动，对对。好，谢谢。那跟镜头挥个手，我们全世界都看得到哦。谢谢。好，来这位推拿师，帅哥你好哦，一斤哦，他小胖，他叫小胖哦，是哦，小胖而已啦哈。哇，常常叮啊啦，哦，他在帮我们这位大哥服务哦。啊，服务的很亲切。小胖哥，你服务多久了？第六年了哦。哇，一直在回关山呢，所以他第六次了。第六次，六年六次。所以啊，我记得当来拢是你这医疗小组来的一个推拿啊。那个，那你平常的工作是什么？工程师。哇，啊，那我有在按摩诶，还手法吗？有啊，就跟老师一起学。老师一起学，老师跟他可以看一下手把，不赶快哦吼。哎，我老师是戴帽子那一位。老师是戴帽子。阿姨，小胖哥的老师。全世界看不到我们，我们上电视了。好，我们服务于哪个单位？哎，我现在在中国医药大学北港妈祖医院。妈祖医院，听说是护理长哦。是的。所以大概多久的时间了？大概快19年。十九当来拢是安尼，你对咱妈做保安的服务。我因缘机会在6年前。6年。对，现在今年是第六年。第六年。对，那个算是有缘分，就在那里可以推拿，那里可以推拿。这样教，不知道。那我们就是因缘机会加入了。云林县的白沙屯妈祖会，然后也神奇的到了这个会，他想要成立一个医疗小组来提供服务，那也很神奇的，我刚好到他们的店去，就是这个会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刚好有这个讯息在我们家，对，然后就做到现在这样。所以其实妈祖佛他拉起一个桥梁，对，就是这里这里还有，那这次的活动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因为今年其实妈祖婆她来的时间，要到北港庙的时间是更短的，甚至30几个小时而已。所以其实相当久，跟妈祖婆会走更短。那相对就像在昨天第一天而已，其实票的人非常多。原来还有那还有穿透的这样子，小腿穿透的、走不动的也很多。所以其实昨天我们妈祖婆真的做了，在今年第六年来说，算是最幸福的一次。不过因为今年的医疗志工也更多人来参加、来加入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些人。就我们觉得都无力了，但是心里是很开心，不然那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。对对对，好。那电视人，镜头挥个手，特别的。好踊跃啊，真的很踊跃。然后呢？
讲话一点。对啊，有人把多年前的东西拿来给我们看，拿来给我们看，真的，好感动，好几年前那个印尼，中国姐打的印尼，哦，中国姐打的印尼，好几年前还拿过来给他们看的印尼，他说还保存着，真的还保存着，还有那个钱包，钱包，对啊，那个钱包，还有我们都说好，他拿之前送的东西再过来都有加码，都有加码，所以要保存好了哈，明年可能就加码了，加码。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分送的规矩是，我们在右手给右手背盖个章，再给我们一个人拿一个哈，因为数量真的不多，啊，我们刚刚只有百对了。啊，那这些网上超好，交给香港奖，应该有六七年，有六七年了，所以大家拢做感谢的，好，那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平安，平安就是好。对对对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